这是一个抑制力量的装置，你们想抑制谁？伽罗。伽罗？为什么？伽罗。现在你懂了吧？事不宜迟，我要赶紧开始。那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暂时没有，这个装置我要全神贯注地去做，你们先休息一下吧。不，我们要和翟博士共进退。天星保护罩。哼，伽罗，伽罗，你快醒醒，我们是你的同伴呢。召唤机车吧！启动！啊！
是笨蛋。抓紧磁力钻。等你们消耗完了能量，就是你们的末日。能源不足。哎呀，快跑啊！哎呀！是我令超人他们变回了机械石，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伙伴。伽罗呢？超人们呢？啊！为什么开心超人变成了机械石？我们快去追伽罗吧。都是因为我，是我害了大家。伽罗。博士，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都是我害了超人，是我让他们变成了机械石。伽罗，超人们变成机械石可能有别的原因，未必是因为你。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但你未来一定会毁掉灰心星球，还会害了小小怪。伽罗，翟博士不要再等了，他随时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伽罗的。大大怪说的没错，我现在虽然清醒，但难保下一秒不会被邪恶力量吞噬。翟博士，快启动装置吧。这是力量抑制装置，它可以抑制你体内的邪恶力量，但同时也会抑制你原本的力量。所以一旦启动的话，你就会永远陷入沉睡。没关系，我不能再让自己到处破坏和再伤害身边的人了。汉克考官，这些是第五个能源核的资料。现在物归原主。伽罗，翟博士，你赶紧启动装置，我们再找找其他办法吧。你快，趁我还能控制住。翟博士，快呀！可是，翟博士，我是阿德里星的战神，我不能让邪恶的力量控制我。在我失去意识的时候去伤害我想保护的一切。博士，拜托你了。快，趁我还能控制住。
谢谢你，翟博士。再见。伽罗。我一定会让你恢复过来的。你们要好好完成我们的事业，彗星星球的未来就靠你们创造，我们一定会做到的。未来大帅，你的时光机修好了。哦，哎，我也该回未来去了。未来的大大怪叔叔，你多保重哦。一路顺风。啊，这里是彗星星球。将军。啊，大大怪将军。小小怪。哎呀。这样匆匆一辈子，时间流逝太快。哦，也许我应该去想一想过去还有未来。我只留下空白，还是勇敢存在，才不会有人认识我安安静静。我选择接受现在，可是我期待再有机会重来。也许我醒来挽不回无奈的离开，太不该，太平凡，太苍白。